前期已经完美包夹掉人族的一部，不是雷车羞辱 Best 啊。我操你的 OB 呢？这你是在逗我吗？你要出炸点 OB 啊？好，炸了炸了。我操，有 OB， 不用你非要用雷洛特巨影雷。四矿打四矿，神族没有科技，没有用啊，对吧？又是一个漂亮的引雷，因为这张地图是缺气的。刚才其实第一波教主损失这么多坦克啊，那条气体还是有点伤的。这雷龙骑被雷车干光了，好惨啊！教主其实在拖，把自己的坦克攒得多多的，然后就来，哎呦，这波龙骑又要被吃掉了，好惨啊 ！Best， 你在搞毛线啊？一波一波的送龙骑。笑死了！咦，这波龙骑，哦，这波龙骑有点多，但是教主说不惧，又刚死了几个。雷车换龙骑好赚啊！三个雷车的价格等于一个龙骑。兔斯莫为什么连打都不愿意打了？现在时间还说早也不早了，韩国时间十二点了，中国时间十一点。包夹，包夹还包夹的还是不错的。教主现在的 PPT 推进是很有问题。这心很有问题，球也被打掉，又缩回去了。这边这盘想要在九点开矿，做梦，白日做梦。这 Vest 真的不这看不菜啊，打的还是可以的，也说明他是恢复了昔日的一点水平，至少说不菜。那也是相对的了，我觉得他水平跟宝儿差不多。哎，真的在九点钟给他开，他矿开出来了，而且 Best 拿他好像没什么办法，你传送到主矿去。好看教主怎么主矿再埋雷，去传送打 V 也行。好，传了一波，好大的一波，好大的一坨。教主是红的，红点并没有动，那主力就回防了。Best 也两百人口了，但是 Best 你开矿啊！
这种情况下贝斯泰输了，穿得这么漂亮。传的这么漂亮，两个 BA 都打掉了。你看，这里又打的这么漂亮，这里又打的这么漂亮，这还输？我不信啊！打成这种局面还会输啊？三线开花，三线开花。主矿你看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边已经把四矿给打飞了，赢了呀！对，众人纷纷吐槽教主，八点到十一点，三个小时打了三盘，骗了无数的气球。啊，教主也是有女朋友的人，对不对？下线也是情有可原的，真的下线了，你果然是一个没有下线的无节操选手啊。好，打完这盘我们也下线了，我们来日再战，对吧？来日再战。刚来的我们会重播刚才的比赛啊，重播。毕竟今天是第一天嘛，对吧？毕竟是教主今天初夜，所以说情有可原。等到了明天就已经无所谓了，就是老司机了，所以第一天我们就原谅他。他应该按理说理论上来说应该跟毕老爷一样直播的会蛮多的，不过这也说不好是吧，因为就看教主他缺不缺钱了，反正这个就卖艺不卖身嘛，缺球的时候过来弄点球，他越勤奋吧水平就越强。反正今天看教主直播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看到是七万多啊，弗瑞克上七万多的简直就天文数字啊。就比索直播的时候只有五千多。教主是他的，因为毕竟教主是旗帜嘛。七万多从理论上来说收球收到手软。啊，这盘怎么还会输 Best， 我就想不明白。就看刚才那局面是不稳赢了呀，对不对？主要是 Best 不肯开矿，他觉得自己稳赢了，啊，结果刚着刚着就刚不过了，叫做两攻两防。我擦，我擦，他后面有雷，他仗着后面有雷，我后面有人，你后面有人算什么？我上面有人。啊，现在上面好像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中台。所以暂时上面有人还打不过，哦，三个中彩四个中彩，他主要就是经济崩溃了，如果 Best 正常的好好的开矿没钱啦，好好开矿好好的扩张，正面战场一直都是占优了呀。没钱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这八十一百块钱，现在一百块钱都没有了，造个差评都造不起。
把所有的农民都调动起来去采矿。星期一有一个好处，就是农民啊多一点会多一点钱，这个是比较好，就是你多招点农民你经济会好一点，少招一点农民的经济会差，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节。连车两户两房打地堡跟玩似的，所以这个造地堡已经没什么用了，还是会无限的被雷车骚扰。明天就看教主播不播，明天如果教主播的话我们也播，也最近没什么比赛，比赛他们在今年刚过嘛，也是在酝酿，在酝酿，马上就有比赛了。白秋流 VT， 毕老爷附体，来一波传送。哎，这个坦克，哎，这个坦克还打死了一个。好，我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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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四面八方过来，没用啊！人族的矿跟神族一样多，哦，多了一片矿，他还多了一九点钟的一片矿。S 简直是在梦游啊！哎，白球没用的，他还是有球的呀。又不是人家 EMP 一个只挣一百点能量，一个 EMP 是全光啊，一把 EMP 挣下来，白球只剩下蛋蛋了，圣诞老人。从上衣到裤子内衣全部剥光，只要有科学球，你这个白球是真没有。好，最后一波，白球的 VT 再现江湖，精彩的冰冻，我擦，刚说精彩，前两把冰冻的非常好，后两把冰冻的跟坨屎一样。好大的棒棒糖啊！派了一个白球过来侧翼骚扰一下，你这个耗不过人家，人家比你多一个矿。打 PPT 打成人家比你多一个矿，你还想赢？教主的韧性还是真不错，前中期在中央大战中教主一直被包夹，就是靠侧翼的骚扰慢慢的磨啊磨，把 Best 给磨死。GG， 说什么呢？好的，啊，时间也不早了，
11:30了。多长？11:30了。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吧。那个明天的话看吧，看教主明天播不播。梦想，下线了是什么鬼啊？是下线了呀。现在你看这播报少分了。梦想照进现实啊。
你切过来吗？哦，我还没有切出去。자일단은프로브입구쪽으로자들어가죠윤용태도선대빌드를정확히보고플레이해주는게좋죠조지혁선수가투게이트예올려주는모습이고요자투게이트사이버그리고윤용태선수는윤용태선수는질럿을하나더찍었네요네두기까지충전돼있고저프로브가봐서인지는모르겠지만일단은추가적으로게이트를늘리고있지는않아요운용때는게이트를늘리지않고네자프로브계속해서왔다갔다하면서상대를계속봐주고있는윤용태자서로가정찰은해주고있는모습이었는데윤용태선수가조금더길게한느낌이있죠아직도살아있고요이제잡히긴했지만4번输了呀这比赛已经开始半天了투게이트에서병력생산이멈춰져있는걸봐서为了看到结果멀티를하지않을까했는데다시생산을하네요오도저욱선수는네这个二货 OP 是一点都没有改进로고치스를올려줬네요그렇습니다윤용태는로고자이렇게되면은빌드가서로엇갈렸는데요4번输了呀서로빌드가엇갈렸는데이렇게됐을때는윤용태의빌드가좀더좋아보이죠다크템플러는옵저버가뜨면막을수도있고요아자일단은도지욱선수는포지까지지는걸보니까다크를보내면서앞마당을포토캐논으로공사그리고하이템플러로수비하면서운영을하겠다이런생각인것같습니다칸터오비바인가요칸터오비是谁呀这比赛太流行这什么比赛
뜬금없다 메스터 줘봐. 아무다. 只能看这个流吗？好坑啊！ 잠깐만 지금 좀 더 봐야 될 것 같은데 일단 윤용태 상당히 가난해졌고요. 자 하이틴 블루는 나왔는데 리버가 살아 있거든요. 자 리버가 더 활약할 수가 있어 보입니다. 오차 수고하셨습니다. 아, 좀 쉴 수 있겠다. 저 뿌츠다 BO3 하지 BO1이다. 이거 타 내가 오피스죠. 아, 太 烂了. 어, 도원이 하이. 점주야 어서 오시고요. 어, 철구랑 끝나고 와서 한 거야. 지금 대회에서 한 거예요. 아, 우리 또 칸트님께서 한 개 팬가입 감사합니다. 월매님 어서 오시고요. 저요? 저는 커세어 무조건 1번이에요. 제일 중요한 거 1번으로 합니다. 뜬금 인간 잃나 봐. 第一场 是뜬금打 best. 뜬금 잃나. 근데 부대지적 원래 자기가 제일 편하게 하는 게 좋아요. 편하게 하는 게 좋지. 따라할 필요 없어요. 怎么眼睛一眨，小美还是小美？ 한겜만 해도 힘드네. 정태 변 大叔啊. 역시 연지 이쁘다. 원래 커세어 컨트롤하는 게 힘들어. 원래 엄청 힘들어요. 나도 엄청 힘들어. 맨날 실수하고 그러는데 왜? 나 프로 게임을 단 10시간 정도 연습했나? 그 정도 연습했을걸? 연재한테 고백 안 함? 고백을 왜 해요? 고백을 왜 해? 아니, 별로 내 그 막 좋아하는 그런 스타일이 아니라서. 어, 直接就 打라. 어, 블랙이 어서 오고. 어, 제 스타일이 아니에요. 나 이제 별풍 못 쏜다. 왜요? 막혔어요? 마누라한테 걸렸어요? 아니 형 비상금도 없어요? 쥬라이저거 在 아니 비상금 없어? 直播만 我看看 看 쥬라이저거 第一视角 因为他的 OB视角 实在是没办法看 他的 OB视角 实在太 那个了 主要这个最近表现不错啊，大韩星际联赛进了16强了，肥还是一如既往的肥，对吧？潮流在变，风格永存，这就是我们的巨巨，对吧？ 虫族大大不是已经不能说大大了，他是虫族巨巨。
这个比赛地图是心血来临啊，铁血的一张地图，这张地图非常的对神族和虫族都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对主来这个很友好，因为主来这个就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直接跟你干到底的，对吧？不要怂，就是干。我就两个基地，对不对？哥就是连式扩张流，哥不跟你搞那些三基地拖把流，哥就一个字，干。这张地图呢，也确实是一张很不人性化的一张地图，比较像举来这个那个时代的地图，当然比那个时代的地图要好一点，至少它分矿是有气的，对吧？九来这个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Nostaga， 对不对？已经算是很好的地图了。彩虹桥，对吧？都是单气地图，反正分矿是没气的。你让虫族打人族怎么玩？这个人族居然选择机械化，那真是正中下怀。因为我们知道三基地打机械化呢是不太赚，打范式机械化不太赚的，很危险的。但是两基地呢就是玩克机械化的开局，对，你这种机械化过来都是送，先雷车再空投什么的都是送。觉得这个在听什么歌啊？哎呦漂亮，差一点就把他围杀了，狗叔已经好了，哼，小样，造一个刺蛇塔，看到没有，听起来好像是李贞贤的。真的是像李贞贤的啊，这个歌曲品味还是停留在2000几年的那个时代。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来这个。先造刺蛇塔，造两个刺蛇，造一个刺蛇防一下飞机。这种战术现在已经见都见不到了。然后就是飞龙，你机械化遇到这种两级的开局就是蛮可以的，10年前的品味这种东西其实跟年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对吧？格调这种东西其实是，对吧？我们说 old money 总是嘲笑 new money， 对吧？ old money 就是老贵族，New Money 就是新贵族，新暴发户，对吧？三代出贵族嘛。Old Money 总是嘲笑这些暴发户，没有底蕴，啊，没有格调。就来这个凶狠的绕狗，看一下两个重工出机器人，这个是什么鬼东西啊？第三个重工应该是，还是飞机场啊？我刚才点一下没看到。是什么飞机场吗？对，发明甩飞龙的胖子，在那个年代没有飞龙边房子聚堆的年代，他就直接可以会甩飞龙了。后来可以边房子聚堆之后，人人都会甩飞龙，但是在那个年代只有他一个人会甩飞龙。你看，还是10年前那个口味，还是那个调调，不编房子的，
看到没有，这就是久了还这个的飞龙。不编房子的你受得了吗？我觉得星际连 yellow 都会编房子，但是 July 这个就是这样的风格独特，对吧？口味很重。好，他现在编了，弄死你啊！还跟我搞机器人，弄死你，弄死你！你看，原来这个连式扩张流，把范式机械化开局打得跟狗一样。现在的人一般不太能适应他这种风格，就是干，对吧？一般都倾向于发展的嘛。你看他把人家干的，哎呀，来，继续甩，继续甩，甩，甩，好的，甩。你看飞龙还是很健康，很健康的飞龙，把你直接点一下，贴近主矿，哎呦哎呦，基本上就被甩死了。我们记得以前有一场比赛在 Rush Hour 巅峰时刻上面，原来这个用纯飞龙将当时 TVZ 最强之一花生是直接甩死。啊什么？画风一转，已经来到风矿，农民已经被甩光。哎呀，你这个一个机器人，你还在敢跟这里跟我挑衅？听着李贞贤激情的歌曲啊，觉得这个也是激情澎湃。因为我们以前打星际是这样的，一定要听一点，对吧？有节奏感的燃的歌曲，然后状态呢才能够调动起来，黑不黑呀？对不对？这种激情澎湃的音乐是最猴的。啊，飞龙已经超过一队了。他没事还造个地堡。觉得这个现在属于打得不错，对不对？开始嘲讽对方了啊，什么摸张牌啊，出，对不对？沉默一下自己啊，对不对？法术嘛砸自己脸啊，对不对？然后最后来了一张冲锋，直接大爆。哇，现在玩炉石的人确实非常的贱。当他说打得不错的时候，你很慌，对不对？首先你很虚，你又想逃，对吧？你又怕他是炸你的，你只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自己的英雄爆炸。所以我最讨厌那些打得不错的选手。昨天我遇到一个这个套路太狠了，对吧？你好不容易把他打到个位数的血量了，他来了一张雷诺杰克逊，然后瞬间就满状态复活，对不对？而且这就算了，对不对？这个我能忍。但是他居然用小熊猫又把雷诺杰克逊给拿回去了，这个时候你是打他呢，还是打他呢，还是打他呢？非常的纠结，就觉得这个游戏没办法玩了，大家都成为憋尿流了，对吧？就等着卡牌摸光，打他没有意义吧？所以以后的炉石传说基本上就是大家比拼耐心，就跟 TVT 一样。听不懂的话，我建议你们去玩一下《炉石传说》啊，这个游戏休闲很好玩的。
手机上可以玩卡牌的卡牌电竞游戏。直接龙狗一波啊，将对方带走。好，赢了之后啊，唱两句。就是这么傲娇，看来李贞贤是他的最爱，对吧？你看李贞贤的歌，他都会唱。呀，빨리올라가고철구랑망개빵해야겠다。对，他就这种货色，对不对？我单手就能够打赢。下一盘应该是登哥打菊来泽的，我们还是看菊来泽这个第一视角更带感。你看，进游戏了，直接开干。李贞贤的歌确实还是不错。바로바로하는걸걸요아닌가모르겠는데왜하필나를택했니그많은사람들好看菊来泽打登哥。우리건빵들도채팅하게해줘야지건빵들도선비님1495번째팬가에감사합니다그런사람이나일수없는지네알아요친하진않는데알고만있는데就来这个对阵登哥，地图是斗魂。이게이게내가미도로하고니까게임잘되네할아버지할머니에게
리스크를 하고 왔거든요. 제가 지내니까. 강원도 갔다 왔어요, 강원도까지. 멀리 갔다 왔는데. 게임 잘 되네요. 안 해? 집중하는 거야? 나 따라서? 다들? 멘트랑에서 그런가? 12D 쌍카이 다뜨 好쇼 然后探路。 哎，对，移了一下宠物。主要这个打神族的风格，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暴兵。 暴兵， 想当年主要这个是真的猛啊， 在那种单机地图上面， 主要这个， 其实主要这个就是星际二里面的 life 狗王，因为单机地图嘛，没有办法采集，所以呢，通常他就是会选择。哇，他怎么死了个农民啊？就是暴狗。 啊，还是个对点，那12D双开是赚了。 有人问抢11点，在这种对点的情况下是抢11点好还是抢5点好，这就是看你是防守还是进攻了，对吧？因为神族肯定是开三矿开到3点钟，所以从防守的角度来讲呢，你开在5点，离他的进攻点呢要更 危险，所以是更倾向于开在11点，所以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把矿开到11点，而不开在5点，就是这个道理。就虫族总的来说，四矿六基地是发展型的，它偏防守。两个人都是操作型选手，登哥1024先叉叉，对吧？ 觉得这个当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以一手犀利的操作著称的，而且觉得这个是退役的选手里面状态恢复的最好的，对吧？好久不打星际，但是他确实对星际这个游戏 理解的太好了，包夹，这两个叉子吃掉，登哥你看玩不过他，登哥，三矿，可以了，解决战斗，登哥，哟，登哥这双臂的叉子有点厉害的，原来也加了很多的操作。 回一下 ，nice， 谁操作更好？啊？跟我斗，狗是爆了多了一点，轻骑是受了些影响，这对决这个不太有利。
其实化解是肯定化解的，这登哥没吃亏，登哥在这个过程中他赚了。对，原来这个是金鼠标获得者，是虫族金鼠标获得者，也就只有解冻虫族的话，也就只有解冻可以跟他媲美了，拿到了金鼠标。对，九拉子直接强攻了，微操微操微操，看到了这刺蛇，哎呀呀呀，这小狗被这个贼罗德引走了，漂亮，一个差一个刺蛇都没死，解决战斗，再来二过去，好，小狗后面跟上，如果是颠覆，哦，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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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登哥有点危险，登哥顶不住了，登哥要被干死了，小狗来了，嘿嘿，这么多狗，看这微操怎么办，哦，地堡造好了，有机会守住，哎，不行，守不住，地堡已经被点掉，游戏登哥，你看就来这个现在的状态，你懂的，当红神族登哥直接被干死，就来这个直接是率先出现，哎呀，应该说他是回归星际最成功的老选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之前刚开始就来这个直播的时候，菜的跟狗一样，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他就恢复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虽然现在操作还有一点点瑕疵，但是已经可以干死像登哥这样的一线选手了，不错不错，真不错，就是操作，这就是操作型选手的优势。接下来是登哥开始打的是 best 啊，我们看 best 的第一视角。这败者组的对抗 ，Best 对阵摩卡。
not enough minerals. You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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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enough minerals.六楼里面 Best 回归了，PVT， 他，那样打也行，比较有进攻性一点。三叉，两到三个叉子，然后再接龙旗。这里没有形成建筑学，所以这个叉子还是很有威胁的。哦，刚说完话音未落，今天就补了第二个房子。但是还是能骚扰到，还是能骚扰到。那么他出，强兵你还敢出来啊？你冲第二个兵营。哎，一左一右啊！哎，好、哦、漂亮！这一刀，这夺命一刀，去上面去杀，对，杀造助攻的农民，弄死他呀！哎呀，你 Best 现在这个状态确实不行，没有搞清楚重点，杀机枪有什么好杀的？杀不到的，你不让他重攻造好多好啊！杀！哎，智商有点不太够。捉急，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对对，这样就弄死他了。 Nice， 走，好，可以，这波不亏，东西已经来了，敌方先出了一个雷车，肯定的。基本上就要一套把他打死啊！侦查比较全面，是插兵。拼微操是吧？坦白的说，就是 Best 没有操作好，但是 Zelot 是没有，你看，导致自己容器受。他龙骑损血太严重了。哎呦，细节上面可以看到，确实，如果是自己最佳状态的话，不会打成这个样子。上去，那个坦克基本上是巨安了。龙骑射程已经升好了吗？强行把这个坦克冻死。哎呦，不会运气，
不要怂。啊屁西！怪不得他前期要这么凶。看 Best 这个平常心机肯定。The Best 确实打不过就来这个啊。这写的简直就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好了，要出事情了。你别打呀，你追呀。对呀，还好他没有雷。这么怂吗？四兵营不造二期的话，都支撑不了啊。支撑不了啊。很小心，对面已经来了，这波是能打赢的，拉一下，我看都看不懂啊，兄弟啊！你打坦克打雷呀、啊？还好，他挡住了。挡住了，死了这么多龙骑啊！哎呦喂，两个坦克而已啊！你刚才怎么想的呢？刚才直接冲上去，啪啪啪，两个坦克点掉就行了。非要等对方把雷埋好了，然后再造防空了，然后再往前冲。打，空投一下骚扰，没什么意义。雷车来了，雷车来了，还不守住路口？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吧？你现在像 Best 这种，基本上就是要被战魂吊着打。中国人可以吊打韩国前职业选手。强胜不过一时。
中国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壤。现在韩国最强的选手也就是赵芬对吧，赵芬是角林比索，漂亮的引雷，这波能打赢了，这波人数太拖大了，只剩下一个坦克我就不管你了。哇 nice nice，拼大局，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老牌职业选手的功力了。啊，第一视角是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思路现在就比较清楚。这就基本上 GG 了，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再见，来不及握手。钱用的也是比较干净，个位数，十位数的钱，三矿爆兵，功力有宰值。老牌职业选手最适合的就是三矿爆兵。GG 思维达，三矿八兵营的爆兵。那接下来又是登哥打，登哥又是打那个 best。캠틀어달라고왜캠을왜틀어달라고해第一盘是登哥赢了，登哥打 best， 登哥还是很占上风的，从刚才第一视角就可以看出来 best 在操作上面 best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操作型选手，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成名，赖以成名的是他的暴兵，他的运营和暴兵，他不是靠他的操作出名的。这个选手最擅长的是运营。谢谢大家送的鱼丸儿。재밌네赛点아완이도쳤네这是 SSL 的32强的比赛，明天是有那个谁，看
앞마당에 언덕 있는 맵이야. 오. 민재는 이조. 강친 전라우스. 아, 무슨 토스. 토스 전에 가스러시. 씨, 토스 전에 가스러시에서 뭐해. 아니, 너무 스타트 빌드를 많이 쓰는 거 아니야? 아, 근데 며칠 토스 전 한 지가 너무 오래돼가지고 사실 빌드가 잘 생각이 안 나네. 개그하네. 졌어요. 승자전 졌어. 졌으니까 최종전 왔지. 승자전 성준이 형한테 졌어요. 성준이 형한테 뚜까 맞았지. 올인에 졌어. 아, 생각지도 않았는데 갑자기 올인 와갖고 뚜까 맞았네. 상금이요? 상금 3등까지 있어요. 3등까지. 3등까지는 가야 상금이 있어요. 아니요, 이거 마지막이요. 최종전이요. 최종전. 몰라요. 상금 얼마인지 모르겠어. 好，现在最终战开始了，登哥大战 Best。这是一点钟的是登哥，七点的是 Best。登哥，你这个开局，登哥单兵赢开二矿，单兵赢开二矿。
哎呦，这眼睛一眨，那拍人就放下去了。这神族照拍人看来是有距离的，有两个射程的。我擦，哎，你这个，我擦，你这，这是把 best 往死里整啊！他还想再造一个，你敢信吗？大哥，你这个造拍人的技术不过委实不太敢恭维啊。哦，他要穿框挤他一下。Best 是死活不能让他再造了，坚决不能让他再造了。哎呀，穿框啊，在挤他的 Zealot， 不让他的 Zealot 输出，穿框啊。登哥，你这个做的还不够极致，再修。哦，第一个叉子来了，完了完了。这 Best 是基本上没有想要出现啊，被登哥整成这个样子了，连龙骑都出来了，可以啊。绕过来打你农民，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再前进。但是这几个拍烂造的是很赚的，因为 Best 打得太慢了，这导致了他经济受了很大的影响。这几个拍量还是同时爆的，那就更亏了。我要是 Best 的话，就直接选择出引刀。直接选择出引刀，哎呀，你看草怂啊，被追着打。哎呀，这样的话好亏啊。真的有可能是引刀，我们算一下，算一下啊。单兵没有造东西，就算是开二矿的话，也还是可以出引刀的，不影响。这个你是不是造偏了呀，基地？感觉怎么好远的样子。你就这么几个龙骑？哦，上面还有一个。哎呦，亏大了呀，被打死了，你敢信？要被打死啦！好，2048线龙骑打的对手哇哇叫。Best 最终的遗言，王宇就是要进去对手家里面看一看，有些什么货色。金甲出来了。
选择出了金甲。但是金甲在这种平地形地图上是不那么给力的呀。登哥要强攻有强攻，要强攻你也守不住。分矿没入口没高地。防守的话也很好守。来一发。好的，对方其实没多少兵，是放都不敢放，要正面龙骑要去打一下，侧翼空投。登哥经济太好了，65人口，一共就六个龙骑，七个八个，最多算他十个龙骑吧，67人口，减掉十个 OB 一个人口，两个人口吧，他有50个农民，最起码两片矿50个农民，对吧？一片矿，说实话，19个农民就已经蛮不错了。哎，死！直接走闪电啊，直接走闪电路线的，那也是在这种地图上面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了。平地形地图基地又深陷在里面的，离运输机进去除非提速的，就算是提速运输机进去基本上也出不来，这主矿很不容易被攻破，主要就是分矿，对，分矿的话就放几个龙骑站住就没有什么问题。二矿的时间要比对方早很多，各种预警侦查，然后准备开三矿。虽然运营是 Best 的强项，但是这场他在运营上面肯定是吃亏的。不过 Best 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开三矿，以弥补自己在前中期运营的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差距。对，赶紧开三矿，但你现在开三矿他根本没办法打你，没有金甲。好，整个直接124人口要来蒙一波了。蒙一波。同时侧翼还有空投引刀加闪电。够妈妈，你这什么鬼啊，怎么还有一队兵不动呢？哦 A 的不是应该右键点进去吗？
同时，第一出击呢，砍死闪电，好。运输机呢？运输机别这样啊！运输机，好的，进组化。运输机，走，走你组化。正面三矿啊，他三矿不敢打，三矿觉得对方防守的还挺好的，这样又是重创了对方的经济。虽然是六龙之尾登哥，但是状态保持的好啊。我们再来三矿垫一下农民。你看这操作还是可以的。农民都跑光了，但是人口上面应该是领先很多，而且这个时候金甲已经失去作用了，前面出的金甲是那于白出。Best 把部队拉出来，登哥只要再出一点闪电，再攒点能量，正面就再也不可能会输了。好，运输机又来了，放下闪电怎么办？登哥，你这个闪电乱放的，不要了，这个再空投一波，空投，强行空投，好的，没电啦，要电费，装啊，真可怜，好，玉石俱焚，这个 best 来说，确实他就是想尽量拖一拖，拖到大家都是两百人口的话，这问题就不大了。啊，卡了，这个时候，原来卡是选手卡，啊，不是我。再次部队出来，不要急着跟他打，你现在也打不过的。说实话，再次就这么冲了。哎呦，这个大部队操作，看都看不。再次好像打赢了。啊，登哥后哨，后续来了一堆兵。啊，两个白球，完了，登哥白局呀、啊！哎西巴嘞嘞，登哥要被一波捅穿了。哦，还好有一把引刀在立功，能守住吗？120人口，有点悬。哦 ，Best 操作了一下，白球往后退一点。哇，后面接兵好猛啊！快来！以暴兵著称的 Best， 今天要把登哥给莽死了。登哥你这个真菜啊，登哥你。登哥你会不会玩心机啊？登哥你连打 Best 都打不过了，啊，守住了。哦，惊出一身冷汗。现在双方现在已经是进入同一起跑线了，赶紧开矿，登哥真的，因为你想，他的主矿是受骚扰的，所以他采矿效率采的没你快的，他主矿还能采，你主矿已经采完了，你现在相当于两矿打三矿，没钱了。对不对？
好像 Best 是没生电吗？感觉他都没用过电。开矿，对，开四矿。哦，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呀。攻防的话也差不多的。Best 的攻防比登哥升的还更早一点。哎呦，这里还没有开矿，这里还没有开矿，那就有点悬了。现在登哥有150人口了，再来空投闪农民，好，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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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要了亲命啦！啊，但是现在的话还好，主矿农民采光了，直接拉到分矿去采。不过这两把电确实太要命了。登哥的农民从自始至终没受过骚扰，但是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对农民。想空投的是引刀，刚才登哥是发现对方有空投意图，所以把疯狂农民给拉走。嗯，龙骑就开了两炮就把那个运输机给打死了，又来了。登哥难道又要悲剧吗？登哥高技打低技啊，登哥，登哥这你要还要打不赢的话就没话讲了。登哥好像真哦打赢。高地打滴滴，这个优势啊还是特别大的一个明显。GG， 登哥艰险的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수고하셨습니다。아손이겁나안움직이네아니손은겁나안움직이는데이기네 운이좋았다빌드바를너무먹어가지고明天是钢琴陈老师，调剂一下看看，第一视角也不错。Nation of Wars。啊，哦，后天是 Hero Mini， 没什么了，今天比赛就到这里收工了。嗯，打盘星际，打盘星际收工。
小美联赛刚才打的就是小美联赛，你以为我明天晚上七点？要用虚空之仪来打星际一，指出刺蛇飞龙，小狗刺蛇飞龙，哎呀呀呀，这是可乐哥的号，不是我的。打人族的话一样的，又是拖把流。小狗飞龙，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小狗飞龙，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小狗飞龙洛克，啊，就是，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那我呢是不太喜欢出飞龙，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就正常的话，拖把流就行了。我觉得现在拖把流其实挺好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拖把流真的挺好。稳一点吧。我们就用九来的打法。两基地科技，两基地科技，升个狗速直接。遭到攻击，他这么凶啊，兄弟，不要这样子啊！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几个狗我们需要，我们需要。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需要孵化，你的能量不足。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你的能量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然后做出点
然后就开矿，买了更多的矿，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你的能量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他就是先出一波雷车过来骚扰你，就这样子，然后就出一点，出一点那个叫什么？蜕变完成。极速鬼就行。二本升好了，四十塔。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我这还没有来啊。我们的攻方遭到攻击。我靠！怎么就跑过来了？我们的攻方遭到攻击。试一下潜伏者。好伤啊！跳一下飞龙塔。房子散一下，你的能量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这样的话，经济级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蜕变完成。好的，帅。경기보여줄지기대가그래도김경보선수를조심해야죠박수범선수테란전은무너졌고오늘경기에서테란전무너졌고프로토스전은원래안되던이런그상황이었지만저그전만큼은최근에김경보선수를상대로승리한기록이있거든요그렇죠네자이김경보선수자오늘실세비경기에이스가전에출격을했습니다네잘오셨습니다머리에꽃달고오신분도계시네요 그렇죠네실세비경기이박수범과김경보선수의싸움으로아직결승이됐습니다박수범이이번경기장만에30승고지에올랐으면서지금받을수있는거예요 네, 네아까도말씀드렸지만29승과30승완전다른결과가예마치20대와30대의느낌이에요그렇죠그럼확실하겠네요네20대가더낫지않나요 기분은 예, 예어찌됐든 간에 그렇죠어찌됐든
남다르죠. 예, 확실히 30승을 채우는 것이 기분상으로나 아니면 다음 시즌을 바라보는 데 있어서 준비하는 데나 선수의 기를 살리는 데 있어서 30승을 채워주는 것이 네. 그 기회를 주는 것이 아무래도 이제 벤치 입장에서 더 이득이다라고 생각을 한 것 같고요. 모자란 느낌과 꽉 찬 느낌이거든요. 네, 근데 물론 쉽지 않은 경기가 될 수 있어요 지금. 예. 네. 네, 알겠습니다. 김경호 선수의 또 경험이 많고 여기서 김태훈 선수와 네. 김태훈 선수 상대를 했기 때문에 그렇죠. 예, 당장한 응원 상당히 인상적이고요. 네. 자, 이번 경기 박주범 선수 있을 거라면은 저희 공구 공군과의 대결 이 징크스까지 깨질 수가 있는 겁니다. 그렇죠. 프로리그 방식에서 전패거든요. 네. 네. 자, 이제 오정환 선수가 매섭게 달려들었는데 손석희 선수는 노련함으로 잘 막아냈습니다. 지역 방어하면서 네. 나는 좀 있고 이게 전부가 아니었습니다. 근데 이번 그 첫 번째 교전에서는 오정현 선수, 오정환 선수가 좀 이득을 봤어요. 예. 네. 드라군도 잡았고, 탱크를 살려 나왔고요. 프로그도 잡았고요. 네. 네. 탱크가 잡혔으면 진짜 오정환 선수가 괜히 들어왔다가 피해만 왕창 보고 나간 건데. 그렇습니다. 네. 지금 오정환 선수가 기회를 잘 노렸습니다. 네. 개인적으로 이제 유대연에서. 好, 환영回来. 刚才导播游戏结束了. 네. 就直接切掉了. 예. 应该现在还有最后的 A 四战啊，看到寂寞，对方没有看到，不知道 NBC 这边派出了谁。예그렇죠예캐리어를가지고寂寞可是曾经一度被称为军姐中的男人啊，他的实力还是有的。啊，这边是刚才打这个菊花位，所以这两龙骑站在那没动，那波放雷切的时候正好起到一定作用。虽然没输出，好像没也没什么输出。아손석희선수의아주노련한플레이가빛을발했습니다네네빨리지나갔지만지금드라군그두기정도가중립검을깨기위해서언덕위에있었는데벌처가들어오는타이밍에활약지원을위해서했습니다네위에서하면서네수비를해내는데성공을했고그렇죠네이오정환선수가중립확장기지를가져갔는데그게또독이됐어요 네, 네이런그확장기지를좀트리플확장을빨리할거다라는거생각을하고나서这重播其实不像红本那场比赛那么有看点是吧？大家一看都懂了。看一下帖子啊，看有那些人说什么笑死我了，同居男女的月度账目还在那算钱，毕竟掏1348，你敢信吗？啊，所有的钱这没有一个会比这个东西还贵啊，花销更多。前面都是假的，什么水费、电费，电费78.9，水费220，啊，最后那个才是亮点。因为他们次数太频繁了。방에나온선수가이제상황을오히려연장시키면서에이스결정전까지가져가는이런석치가진짜일품인것같습니다그렇죠끝까지물고늘어지는능력은정말최고예요 네, 네지구력이정말장난이아닙니다어느팀을만나도아这边真的是太神啊만나도네충분히자신의역할을끝까지다발휘하는공太神韩그렇죠 Bridge 아这个选手拥有很多的 ID 박종호선수손에저희영태를끌어낼수있을지一场 PVZ， 那今天空军有机会哦，寂寞我看好你哦。好，最后这场比赛马上开始，地图现在是灰主流啊。不知道泰森能否拥有跟比苏一样的理解去看那篇只有比苏开过的那个岛矿啊，高地矿。好，比赛正式开始，最后一局，最后的胜负手。看一下双方出生点位，地图12点钟，是黄色的创作是寂寞啊，鸡毛，寂寞。啊，那地图6点钟对应的神族紫色。就是泰森他所有 ID 里面还确实泰森稍微好听一点的脍炙人口嘛那个强奸犯那个咬耳朵的家伙那其他的像韩 Bridge 这种其实没什么亮点是吧啊天熙这 BP 放太有点非主流很少看到这么放这个 BP 的像我不懂我想一下他 BF 会怎么放啊有点想不通这样的话 BP没法帮助形成一个建筑学可能他有他的考量可能为了后续的如果对方是出口水的话用一个建筑学 BP 可以把这个中间那个造地堡的位置给让出来说到建筑学我也不得提到 LoveTT 昨天王语嫣在那膈应他说他同一张地图
同一个位置打五次 PBZ、他五次建筑学都不一样，但每次都能把那个 口 堵得差不多啊，每次都差不多，这很膈应。然后他细节又会很差，有时候比如说被溜狗，经常会被溜狗，就是因为是差不多，并不是完美的建筑学。反正 TT 也是过来请我们吃了顿饭啊，在吉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啊，过来庆祝一下啊。现在亚军有点可怜啊，大家懂的。我其实我们吃了一顿饭，据说他说只付了200块，我实际上我大概算了一下，最起码400吧，300多最起码。哦，这边又来这一招，这一招之前就有见过。啊，虫族把这个地方用基地堵上，然后放弃了。这你这是干嘛的呀？我其实还没注意你的开局，你的开局没那么夸张吧？啊，这边反其道，还你一下，我也要造一下。本来想把对方农民封在里面，但没封成。啊，金博刚才也是吓一下对手啊，哎，不是吓，因为真的造了六条狗，那他就造两条狗，故意吓唬一下对手呢。虫子刚才开局也没什么注意，他呢闷头在想昨天那个吃饭的事情了，让我意犹未尽啊，难得吃一顿好的，吃得我们这么开心啊，很多肉菜都是上两份，又补了狗，这样的话十条狗，十条狗的话，看一下泰森这边能否及时发现，发现了就需要再补一个地堡，不然的话守不住啊，看到了，看到了，啊，金博这个细节有问题啊，竟然被看到了。赶紧偷农民出来，大哥！对，再补一个，顺便把这口先堵上。顺便再补个地堡，一个地堡不够。啊，这没有补。他觉得出两个 Zlot 就可以顶住，但这可能会太拖大，导致自己出问题哦。幸亏寂寞这边也没有继续的，这边是刚才多出来一条，也就是他现在正面有9条。啊，这边农民不能轻易的走，不能轻易的走啊！出事了，大哥！出事了，出事了，还好还好。啊，这边堵的还行，但是代价有点大，整整4个农民已经损失了。啊，对方只损失6条狗，交换下来肯定是重组赚。泰森有点忙不过来了，哎呦喂，哎呦喂，又是一个5个、6个、7个，完了。吐舌头也没用啊。这三条狗还活得很健康啊，他们不是亚健康，他们还能继续杀农民。8个。现在怎么打呢？现在有什么戏唱呢？木有戏唱了呀！哎呦，还要送9、10啊，没有十，小狗就去回血了。再这么打，就这点农民。天哪！人间悲剧啊！恭喜你，恭喜你！好，农民继续拖啊！这10个、没有10、刚才数到几了？刚才是9还是10啊？已经麻木了，算了，反正就这么多了。现在这最后一条狗也无法有什么作为。哎呦，谁说他没有作为？天哪！寂寞下面就已经在想，我用什么体位来把他弄死？弄死！哦，这边要反杀，反杀。好，也换到了两个农民，效果还算可以，但整个经济方面还是差距非常非常大。人家一条狗可以换成2个农民，你一个 Zlot 也就换2个农民，一条狗是25块， Zlot 是100块。纯算经济的话，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能不能纯算经济。好，把对方口水过来了，你这地堡怎么办？还没钱造地堡。有个龙骑一起站位，我也是地堡站桩。
寂寞决定摧枯拉朽，一波带走对手。他那建筑血不怎么样，原来以为那个拍了让位是给旁边造地堡的，你看这地堡造的也很奇葩。你记有没有放 VS 啊？他是不是穷的都没钱放 VS 了？很有可能哦。好，三个地堡好了，有三个地堡暂时能守一会儿啊，能顶得住吗？一个 Zelota 已经被，哎，完了完了，顶不住了，顶不住了，我们顶不住了，这小狗的输出很恐怖啊。还好地堡好了，又好了一个，再造再造造地堡啊，你还能干嘛？充足的扣血在源源不断往前涌，而且提高速度了，你不造地堡你还能干嘛？这时候神珠真的太难打了，而且寂寞现在选择很多，即使这波打不下来他也可以换换战术，现在只能靠农民在前面硬顶，顶不住啦，我们顶不住啦。好，点完炮台往后收一下，点农民，农民还不能走，地堡还没好，哎，一定不会。好，地堡一好就来两个骑射，这样的话再见了。好，恭喜寂寞最后为空军拿下了关键性的一分，这样的话空军寂寞今天以4-3战胜了 NBC。 我要注意一下结束时间，已经8分11秒了，给那个镜头不要看解轰啊，我要看结束时间，打击机那一瞬间17、18、19、20，这死撑留不错啊，转投 CJ 吧。31，好，31秒，恭喜今天31楼的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啊，然后直接去发个 OB 卡。好，这个叫 Best IPIS， 叫 Best Peace， Best Peace 就是短音的 E 啊，我英语不错吧，大家不要膈应我啊，空军很强啊，恭喜你啊，这空军很强啊，说的是这位 ID 啊，他说的话，最起码不那么水是吧？凯神输得不甘心，但谁叫你刚才拖大，这农民站位站得并不好，他可以拖一半农民回去采矿，但是你农民前面农民得控制好啊，人家轻而易举钻进来还抢点这么多农民，矿矿自己的都没做好吧，细节没做好，导致整个一开局就陷入一个几乎无法挽回的劣势中。好，那今天的直播到这边也结束了，那大家明天12点继续收看我们的韩国星际联赛，明天应该会有 SKT 吧。啊，这边今天就结束吧，再见。네이번6라운드경기 KT 잡아내고 STX 웅진거기다 MC 겜 현호까지격파를하고있는공군 S 이제팀경기를앞두고있거든요삼성전자칸가의대결이7월5일펼쳐지는데삼성전자도긴장해야돼요그렇죠네3-0으로도긴장을해야됩니다막판에어떻게될지모르는거예요끝까지가보지않으면공군 S 의힘을알수가없습니다예그래서다음시즌에위너스리그방식에서만좀잘하면은요공군 S 가포스트시즌가겠습니다그렇죠자그만큼선수면면을살펴봤을때다른팀에않아요네진짜오히려안쏘는것도많아요옛날같은경우는진짜공군딱한팀이좀동떨어진느낌이었거든요근데지금17승을찍으면서거의붙었습니다거의차이가없어요조금만더노력을하면은공군에서도포스트시즌꿈꿀수있는날이곧올것같습니다그렇습니다이성원선수가이제테란에이스로서거의이제용병수준으로잘해주고있는용병느낌으로잘해주고있는이런그상황이고요네그리고나서이제나머지새롭게들어온뭐권수현선수라든가이정현선수이선수를뭐아직까지는좋은플레이보여주고있지는못합니다만은공군에이스의특성상어느정도시기가지나고정신무장되면은확실히다른실력보여줄가능성이높거든요네네구다리는만들어지고예자지금부터 MBC 대비어로는야이신인선수들네용자다시지어야돼요그렇습니다구현선수로서또고석현선수의모습오늘적응에정말힘을냈습니다예고석현김동현이
막판에 아주 좋은 경기를 보여줬습니다. 예. 자, 이 선수들이 필두로 해서 뒤에서 받쳐줄 수 있는 이 신인 선수까지 합류를 한다면은 더욱더 강한 팀으로 거듭날 수가 있고, 이성훈 선수는 뭐 입이 꽤 풀렸네요. 그렇죠. 네, 오늘 예. 뭐 다양한 세리머니, 이 수박 네. 세리머니까지 지금 보여주면서 네. 자, 팀 승리의 공헌을 상당히 했어요. 예, 흑기옥 세리머니죠. 네. 예, 그 위쪽에서 기를 네. 모아서 그 기를 그렇죠. 다 바탕으로 승리를 거두는 아, 이런 상황이었고요. 아, 김경호 선수 아, 기분 좋게 2승했어요, 2승. 예. 예, 오늘 경기 예, 두 번의 실점기를 잡아서 지금 2승을 따냈습니다. 시작과 끝을 전부 다 장식을 하면서 승리 만들어냈다 했습니다. 문열구 네. 닫고 아 박수범 선수는 이 선수승 고지에서 아쉽게 패배를 했네요. 그렇죠. 아홉 세 걸렸어요. 예, 기회가 주어지긴 했습니다만 너무 견제에 취약한 종족 상관없이 종족 구분 없이 견제를 했을 때 쉽게 흥분합니다. 네. 그거는 박수범 선수가 고쳐야 되는 이런 부분이고 투데이 MVP 2승도 얻었는데 한달 예. 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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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김경호 선수가 오늘 MVP로 선정이 됐습니다. 네. 네. 김경호 선수의 2승 덕분에 진짜 공무원스가 지금까지 가보지 못했던 그런 땅을 좀 밟았습니다. 17승. 와. 네. 진짜 처음에 한 5년 전에 공군에이스가 창단했을 때 17승을 거두리라는 생각을 전혀 못했었거든요. 네. 그렇죠. 와, 지금 딱 몇 년 지나와서 완전히 발전하는 공군에이스가 됐습니다. 추락하는 게 아니라 점점 네. 이상을 하고 있는 공군에이스입니다. 그렇죠. 상승 곡선을 지금 꾸준히 그리고 있는 공군에이스. 좋네요. 네, 그렇습니다. 자, 많은 분들이 또 중국 팬들, 뭐 지금도 그 뭐 인터넷으로 많이 보시긴 하겠습니다. 이렇게 방송 나가면 더 으쌰으쌰해지는 법이에요, 다들. 그렇죠. 정식 버전으로 보실 수 있는 거죠. 네. 아, 또 조심해야 되는 부분. 아, 정식 버전인데. 알겠습니다. 맞는 말씀이에요. 네. 전반적인 이제 랭킹을 짚어보도록 할 텐데. 네. 자, 하나 준비된 것들. 아, 퀴즈가 있죠. 포스팅 진출에 걸림돌이 되는 팀을 네. 일컬어. 아, 저 이거 방송을 이거 나갈 때 보고 참. 제가 집에서 보면서도 정말 한숨이 나왔습니다. 정말 이걸 보고 문제의 답을 모른다. 네. 이것도 문제 있죠. 그렇죠. 네. 아, 밀가루, 부침가루, 고춧가루, 후춧가루, 폭탄가루. 이게 정말 이건 e스포츠 팬분들을 네. 어느 정도는 좀 네. 저 이거 쉽게 본 게 아닌가. 아, 저 너무 상식을 네. 낮게 보신 것 같습니다. 아, 네. 아 그래도 맞추신 분들은 힘든 거 더 힘드셨을 거예요. 그렇죠. 이거 경쟁이 워낙 치열해서 네. 네, 두 분 정말 선정하기가 어려웠을 것 같습니다. 네. 자, 전반적인 또 랭킹은 어떻게 될지 거의 확정됐는데 근데 제일 중요한 6등이 어느 팀이 될지 결정이 안 됐습니다. 확인해 보시죠. 자, 1등 상해 직행, 2등 플레이오프 직행, 3등, 6등, 4등, 5등 중점 플레이오프예요. 네, 그렇죠. 네, 그래서 아직까지 6위는 확정이 되지 않았습니다. 지금 6위 STX부터 8위 화성오지까지는 아직 가능성이 남아있는 팀들이기 때문에 네, 남은 경기에서 서로 맞물리게 되면 아직 분위기 좋지 않은 화성오지도 올라올 가능성은 있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STX가 마지막 경기에서 폭스를 잡으면 바로 올라가는 것이고요. 폭스가 STX를 잡고 뭐 이렇게 되면은 STX, 폭스, 화성의 승점까지 마지막까지 봐야 되는데 그러니까 SX의 경기, 폭스의 경기가 매우 중요한데 그 경기들이 방송이 된다면 어디서 방송되겠습니까? 그렇죠. 온게임들에서 방송이 되는 거죠. 용산 지수전 경기 바로 내일부터예요. 네, 그렇기 때문에 여러분들 끝까지 봐주셔야 되는 것이고 네, 오늘 경기 또한 또 박빙의 대결이고요. 그렇습니다. 아, 오늘 이영호 선수 네. 네, 생일 잔치예요. 그렇죠. 네, 20번째 생일. 이야, 정말 이영호 선수 이렇게 오랫동안 또 잘해오고 있는데 아직 20번째 생일입니다. 한편으로는 부럽기도 하고.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 PLU 为您带来的韩国星际联赛 SPL 的一个直播。啊，今天看到好像是教主生日吗？啊，一个蛋糕啊，又提到了李永浩，哎，跑不了了啊！大家赶紧去论坛发个帖，祝啊教徒们肯定要去发帖，祝教主生日快乐，去盖楼去。今天的比赛，我们直播的这边是 KT 啊对战雄鹰。目前排名三四位的两个队伍，雄鹰能排到第四，其实目前主派战绩也就26胜26负，主要是 SKT 在前面刷分刷的太多，导致后面队伍其实差距都不大。如果雄鹰不能把握好自己的话，自己有可能被慢慢拉下去。啊，最后几天比赛可能已经毕竟尾声了，大概还有两场吧，每个队伍大概还有两场的比赛打完的话，那就排名了。啊，谁排到第七、第八名，估计会很火大。看跟前面两名可能不一定差打分，搞不好小分上差一点就会掉一名次。啊，这是之前那个战绩啊 ，KT 的上面第一排两行那个是前两 round 的，啊，中间两行是 winning league 的。就是近阶段的五六 round 的。啊，今天本来预告的是大师解说，那也是大师最近比赛确实解说的太多了，他个人觉得有点疲累，没法调整到最高状态。昨天晚上申请休息一天，然后让我稍微顶一下，大家见谅一下。
我最近比赛看的也不是很多，有些东西确实接受不到位，大家谅解一下吧。现在事情比较多一些，直播的时候经常有时候无法抽身看比赛，或者是只看一个结果。哎，看到三炮了，哎呦，炮爷！炮爷还是最近那不怎么样是吧？打的三炮自己还解说自己的比赛，炮哥。最近季联赛总决赛的时候，我也去现场的时候看到了炮哥，炮哥跟米哥两个人拿了两包肯德基在那坐在地上啃呢。因为他们没有位置，是被我们谁带进去的？应该思思带进去的吧？然后只能坐地上，但他坐的地上还是蛮好的位置啊，上面就是个大屏幕，前面一个人都没有，后面是一道那种拦住后面观众的线，分隔线。所以即使坐地板，后也还是那么的霸气。本赛季32胜21负，60.4%的一个战绩，目前 KT 排在第三位。他们的位置基本上是比较稳了。他们教练。이방송무대에서적응하냐하지못하냐가얼마나중요한지를새삼스럽게느끼게해주는고강민선수인데炮哥米哥啊，我们还去聊炮哥跟米哥的话题啊。米哥最近英雄联盟好像玩的越来越强了，说大雄给他下任务一定要打得非常强才行，要打败他唯一的那两个解说，那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先看一下双方上场的队员，第一张地图让我想看是贝尔特卫，身上环山公路，中间有四个岛，现在原来是高地岛，现在变成低地的岛。那全军这边首先派上了一位人族选手农哥，就是光哥，光哥最近好像是在排名上排到了15位吧，反正跟以前完全没法比，以前是 AK 光啊，现在又转回路人光，脸上那个点点也越来越多了，看来未老先衰啊，要注意一下平时生活。他对手是偷神，哎呀，偷神也是最近没怎么看到，包括在前天的网吧赛中也没能看到他，最后他好像出现了吧吗？好像是吧，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们都没看到他脸，所以我都忘了他了。这次其实也算是本赛季 KT 的一个功臣了吧，在维内利格阶段表现非常好，在前面阶段也是不错，那五六round的好像状态稍微下来一点点，但是也是为 KT 能夺到第三名这个位置付出了极大的贡献。好，比赛正式开始，地图是新环山公路，新二环。好，首先看一下出生点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光哥，地图11点钟，紫色的人族啊，这个颜色不错。现在练葵花宝典都喜欢这个颜色，虽然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这不能证明什么啊，大家懂的，不要乱想。地图1点钟，绿色神族，那就是抽神打本。陈总，陈总你好啊，陈总再见。这两天我也是好像工作压力有点小，所以没事发两个帖子，然后被陈总看见了，陈总说最近还好啊，还买闲的嘛，下面什么腾讯嘉年华啊，你过来帮忙，然后说好没问题，毕竟已经被他抓到漏洞了是吧，我这个有钩